学佛啊，要学得佛心入咱的心啊。咱对人啊，爱真恭敬，不分男女老幼啊，贫富贵贱，咱一视平等，就是尊重。安尼呢，那就是啊，用佛心看人，人人拢是佛啊。咱也会记哩，上不敬菩萨，就是安尼啊。他不管是什么款的人，侮辱伊、骂伊、怕伊，伊都是同款啊。闪开啊，顶礼啊，恭敬啊！啊，我唔敢轻视你，因为呢，你将来我那会当成佛。看，用这种的方式，也是一种的修行啊。何况咱现在爱学的呢？就是回归佛心本性，那安尼啦，无定着。咱所对的人呢，是道家诸旁再来的诸佛菩萨，嘛无定着哦。不灵话呢？那那你习气爱听听，提高境界，唔通有习气啦。有时阵啊，无心之过呢，嘛会同款惹来了咱累生累世的因果。所以听那个大个人讲修行啊。咱是咧改变咱的习气，歹的习气呢，唔通伫咱的日常生活形态中出现。咱来定定提高境界，无好的习气必定爱改滴。爱怎样？累世习气随气下啦，一时轻蔑啊，不敬重哦。虚言作人若果报啊，戒心虔诚结好缘。咱来时时提高境界，咱来谨慎对待人啊，唔通讲哦啊，讲笑的啦，啊，凊彩啦，唔通哦。或者是呢，那看到别人啊。有时阵啊，真正的无奈的习气，那是别人的习气，咱就唔通吼，无心之过，啊来学人迄种呢，无好看的习气吼，安尼呢嘛唔通，所以啊，不懂也是安尼甲咱警惕，哪怕你是无心之过啦，同款你。对待迄个有修行的人，去改作人伊，啊，或者是恶意的态度，互人不恭敬伊，安尼呢，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。所以虽然呐、啊，是已经下去了遐个烦恼，不过呢，这个习气会也搁伫咧哦，来。咱来看看下面两位呢，大阿罗汉啊，叫幻菩提，伊结宾那比丘啦，结宾那这个名称呢，也叫做帮俗，因为呢，伊的爸母迄当阵啊，伫咧救助的时呢，就是向亲来祈求啊。所以怀孕啦，生落来这个婴儿呢，他就用星宿为名，所以名叫做
放俗，啊嘛，伊个呢叫做成俗。结槟呐，第一初出家迄当阵啊，他想讲要去跟随佛陀，伫佛的身边。啊，有一回啊，将伊居住的地方，要到佛的境界的路中，啊，忽然间啊，落雨啦，啊，雨真大。迄、那个中间有一间厝，啊，这间厝呢是人伫咧烧灰啊，啊，就是咧烧蜡皮，就一种的师傅呢。一间厝，所以啊，这位初发心嘛，特别出家的年轻人去改造大啊，这富雅师傅呢，看到年轻人都会当安尼在咧发心，愿意去修行，尤其是呢，要去深究这大觉者。所以伊嘛真欢喜啊，就停一间呢小小啊一厝啊，但是迄间厝内底空无一物啊，啊伊都用一挂稻草大的稻草啊，安尼甲伊铺伫一个位置，就讲年轻人呐、啊，我这个所在只有这个空间，啊，什么都无啦。不过呢，啊，这个稻草铺的土卡，啊，你得暂时呀，安尼呢，在家休息啦。这中间，天嘛阿妈，一底下都坐落来呀、啊。开始呢，心要可以宁静落来。这个时阵，外面的风嘛是真大，忽然间呢，入来一位。修行者，啊，这位年轻人呐、啊，看到这位修行者是吧？真欢喜呀、啊！赶紧呢，将伊迄个稻草铺好的位置让出来。赶紧呐，就请这位修行者坐落来。那伫迄个所在坐着，坐伫对面哦，忽然间呐、啊。这位修行者，哪会这么像庄严嘛？起着真恭敬的心嘛？在那个所在，给他礼拜。原来这位修行者就是佛呢。所以佛陀啊，看到这位这么像虔诚年轻人，有心嘛要修行，开始呢。就安尼就做对伊说法吼，啊！在这个中间呢，结冰啦，伊呢就满心的欢喜呀、啊。这都是伊的因缘，因为呢，伊有这份心，看到一个出家人，伊遐尼正恭敬啊，安尼呢对待。果然呢，伊所尊重，这里正礼敬、尊重、让座，这位呢，原来啊，就是所谓去追随的大觉者佛陀啦。所以呢，《阿含经》内底啊，就安尼讲：五佛法中啊，善知成熟日月者，结槟那为第一。因为结槟那除了伊的名呢，是成熟，伊对这个天的成熟啊，真有研究啊。所以佛陀赞叹伊呢。先知成熟日月者，结槟那为第一。那这位呢，就是结槟那比丘，他
就是用佛心看人啊，人人拢是佛啦。用谦恭、谦卑、恭敬的心对人，亲像上不轻菩萨。再来呢，教化菩提，教化菩提呢，哦，是一位真有修行的人，但是呢，伊的名称呐，译作无私，有无私变啊。意思就是讲，这位沙门呐，伊本来是足有修行，但是呢，伊就是有一种呢，迄、那个习气。啊，这个习气呢，都与生俱来呀。啊，是安怎呢？那就是讲啊，这位沙门伫真侪真侪生的以前呐。从细汉啊，啊就出家去啦。在迄个僧团中，啊有一位老比丘啊，啊迄位老比丘呢，就是年纪济啦，无喙齿啦，啊但是呢，都、就是拢有一个习气啊，迄、那个喙形啊，拢不断的。滴滴叮当，滴滴叮当啊！那么这位小沙弥啊，那看到这个老比丘啊，真好耍啊！啊，定定甲伊学啦，学伊吼，安尼迄个嘴会形啊，啊无代志嘛，安尼滴滴叮当，滴滴叮当，亲像伫咧剥物件共款啊。有时阵呢，这个老比丘呢。伊嘛会安尼，安尼亲像牛伫咧烤薯啊，同款吼。那牛面呐，有这种的这个习惯，所以这个囡仔呢，啥物啊，啊都、就是安尼，定定对伫伊身躯边，啊定定安尼甲伊捉人啊。所以呢，就安尼开始啦，养成了伊的习惯。那迄老比丘啊。啊，真有修行啊！啊，就想讲啊，这囡仔呐，拢无有起烦恼啊！啊，不过呢，旁边的人啊，都会甲伊讲：啊，小沙弥啊，对老人爱尊重哦，唔通遐尼真调皮啦！啊，伊就搁在用迄个老比丘迄个形态呢，又搁在对其他会出。给啦，咱得当想象是一位呢，真调皮，哎呀，小傻弥啊，就干那安尼变成了伊的习惯啦。从安尼开始，五百岁拢总是出世伫迄个牛群呢，五百岁都是拢做牛啦，啊牛呢？迄、那个心态习气呢，啊，都、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啊，后来五百岁了后啦，才开始呢，搁在专做人来人生的时啦，同款。迄、那个五百岁前，伫牛的生活中啦，迄、那个习气呢？个带来人生，所以伫人生呢，搁在五百岁，哦，真辛苦哦。干那伫迄个五百岁，个五百岁是一千岁呢，一千岁以前啦，嘿，小沙弥的动作，虽然唔是虾米恶意，就是真调皮，尤其是。对一个有修行者，安尼会作人，这种的因果啦，我那爱修补。所以啊，五百岁做牛，五百岁后呢做人啊，习气拢也过低的啦，一直到佛世这个时代，虽然啊，伊
已经是有这个因缘，那当着佛啦，随佛出家啦。不过，迄个依习未断，迄种亲像牛伫咧翻草啊，迄种的形态呢，拢无有断的吼。所以啊，佛陀呢，看到伊这么有修行啊，佛法啊，拢有入心嘛啦，啊，嘛拢太得机理啊，伊的内心呢，烦恼啊、无明啊，拢断除啦，啊，自了以前呐，啊嘛，佫尽自由见啦，但是呢。就是失去呢，还是无法度。不过佛陀烦恼讲吼，现在介东西的人呐，那是各有不敬的行动，或者是对伊呢有轻视，那是同款会做着业吧。所以佛陀啊，为着要互人人对这位尊者。有尊敬哦，所以呢，佛陀啊就开始甲大家人讲哦，恁知呀？伊安尼吹滴滴叮当，滴滴叮当啦，其实呢，伊是伫咧念佛啦，所以啊，可以看到一个受众啊，伊都是安尼伫咧念佛啦，可能啊。亲像即马一挂老人家吼，啊，当摕到一个数字，啊，都安尼直直一粒一粒直直算过，啊，咱嘛看伊嘴伫咧叮当啊，可能是伫迄个时代，佛陀啦，为着要好，人人卖对这位尊者，搁再有做考验，或者是有轻视，所以呢。佛陀的智慧啊，佛陀的慈悲啊，他呢就跟大家人讲，也受诸啦，念佛啦吼，那看一念几遍啦，啊，都用这观的受诸，啊，伫咧念佛都是伫咧起底烦恼啊，将佛呢一教法爱要入心吗？所以。希望人人呢，对这位尊者一定爱有尊重，甚至呢，虽然是安尼讲啦，也嘛惊讲哦，这位尊者呐，去伫外地啦，吐蕃啦，人间呢难免啦，嘛会有人无心之过，所以佛陀呢，他就改讲。你爱去受天人降吼，卖伫人间吐蕃，还受天人降啦。在中间，佛陀啊，一直呢，在这个人群中啊，到个入灭的时，这尊者呢，在天在咧受降，但是呢，伊听到啦。佛陀已经入灭啦，迄当阵，教幻菩提尊者非常的悲伤啊！伫咧受降的中间，赶紧的跳面顶礼，而且安尼讲啊，佛灭道啦，我随去吼，因为呢，亲像。像啊，
像囝伫咧对像母共款，所以听到佛灭度了后呢，他也去起立灭啦。所以这位尊者他在人间啊，其实呢就是无心之过。你看伊要入灵群啊，佛陀都真担心嘛。各位，咱爱想看是不是呢无心之过啊，嘛会惹来了呢咱累世的业报啊。所以咱对人做事，应该呢爱用真虔诚的心。阿含经内底啊，佛陀安尼讲：傲在天上，不傲人间者，教凡菩提，地球第一。就是讲，伊呢伫天堂真快乐，受人敬仰。但是呢，在人间啊，都有一点啊烦恼啊，所以他就是傲在天上为第一哈，不傲人间者，这都是教观菩提的德性哦。各位，虽然伊拢真少在人间，都是在天堂，不过佛入灭了后，同款呢，伊。如像住水去，可见伊是偌尼正尊重佛陀啊，也嘛是要甲咱敬贴，绝对爱时时用心，唔通讲吼，互咱的习气啦，成了呢，咱带来了未来人间的苦啊！吼，总讲一句呢，爱大家人用心嘛、啊。对人事事爱用心，有时气呢，爱马上更改哈，爱改性虔诚，跟人结好缘，这是真重要，请人人时时多用心嘛。